好，咁大家好，我係老毛啦。咁如果有玩開 Telegram 有 subscribe 過我 channel 咧，都會知道我係邊個嚟嘅。咁嚟緊我會個 channel 會進行大革新啦，逐漸將 Telegram 嘅陣線轉移上 YouTube， 咁亦都會拍片或者錄片去提供一啲賽馬嘅分析俾大家去。做一個減碼的策略，咁以我由細到大睇碼，其實我睇碼都睇了很多年的經驗，都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咁嚟緊希望有多啲嘅時間可以同大家去分析到所有嘅賽事點樣去投注係最好嘅。